但是解体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朋友跟我父亲联系说，厂里面怎么样了，对吧？现在厂里面有一批壶，你要不要看过来看看？要不要过来看看，选一点回去，对吧？后来我父亲说好啊，那就去了。那选了几把壶，这三把只是一部分，还有一些家里还有一些。以前做的壶呢，就是说它在工艺上面，它在工艺上面没有这么没有像我们现在做的壶那么精细。